还记得前一阵子网络上最夯的影片吗？一个3岁小男孩在忠烈祠跟着一队一起来操枪，一队操的是真枪，不过小男孩他是用雨伞，但是呢还是玩得相当有架势。那么这部短片呢也被国防部给看到了，特别呢定做了一支木枪要送给这位小男孩。而这个今天最新的赠枪仪式如何呢？我们连线记者张志伟来告诉我们。3岁，他只有3岁，您相信吗？这位 Ryan 小朋友的操枪术神乎其技，在一队面前 Ryan 丝毫不逊色，拍枪转枪动作到位。自从1岁半第一次看到一队表演， Ryan 就着迷了，每天看着影片练动作，居然让他无师自通。就是这一段在忠烈祠跟一队尬操枪的影片，让 Ryan 在网络上一炮而红，甚至吸引到国防部的注意，仿照真正礼兵枪的尺寸1/2大小，为他量身打造一把迷你木枪，枪身一体成型，枪面钢琴烤漆，连背带都是牛皮制造。这个比较酷还是这个比较酷？这个比较酷。这个比较酷啊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黑色的。那黄色的须须是什么军啊？海军。海军什么颜色？陆军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空军呢？蓝色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海军。Ryan 说他以后想当海军一队，才3岁已经立定志向，连当年一队的创始队员都觉得不可思议。3岁的小娃娃，吵着什么好，很了不起。再看一次 Ryan 精湛的操枪术，依旧令人瞠目结舌。而且现在有了新的小木枪， Ryan 以前用来练习的小红伞终于可以功成身退。你来询问张志伟，中国台报道。